天地有正气，烽烟打嚟预咗你。咁啊，希望各位网友咧，而家我哋有呢个烽烟嘅功能嘅，咁所以咧，大家喺节目时段咧可以打嚟24404088，系啦，24404088，咁啊，同我哋一齐倾下，分析下你哋嘅心路历程啦。系啊，两个人做节目就好闷嘅，不过加埋你一齐参与咧，希望我哋天地有正气就更加好睇啦，预咗你噶。贯彻声嘶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郁敏踩墙，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嚟到鬱敏踩場嘅時間，咁啊，今日係2019年8月19日，誒，咁啊，今日嘅節目咧就即係大家都會期待，我一定係會評論一下琴日即係呢個818嘅即係和理非大遊行啊。咁呢個和理非即係大遊行咧，就其實就係集會嚟嘅，因為遊行就冇發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咁但係冇反不反對通知書，其實就唔代表個遊行係非法嘅喎，除非你發埋反對通知書啦，係咪？咁所以有好多人都未搞清楚呢一條公安條例，即係關於集會遊行嗰個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嗰個規定嗰個意義究竟係講乜嘢？咁基本上咧，而家香港嗰個局面就係咩咧？就係動輒就係會禁止你集會遊行，應該係咁樣講。嗱，如果根據條法例咧，佢喺一定期限裏邊咧，係要發一個不反對通知書俾你嘅。發不反對通知書俾你之前咧，就係主辦集會同埋遊行嘅單位咧，就要同警方溝通，就呢個即係遊行集會嘅嗰個人數、路線係嘛、場所咁啊做溝通嘅。咁呢個溝通咧，嗰個基礎就係即係要方便呢個警察可以維持秩序。個意義係咁樣嘅啫，就唔係睇你個議題講乜嘢嚟決定俾唔俾你去遊行集會，係咪？而呢一個所謂喺臨時立法會修改過嘅公安條例咧，當然佢有限制嘅意義喺度嘅，係咪？就係話由警務處長去決定禁止或者不批准你呢個集會遊行。咁警務處長依據嘅理由咧，就係要合理地認為呢一個集會或者呢個遊行會影響國家安全同埋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嘅，咁所以喺過去一直以來咧，呢一個即係保安局或者警方咧都成日強調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申請咧，就唔係代表你申請個遊行或者集會要獲得警方批准咁解，而係如果冇發一個不反對通知書俾你，一定期限，你就可以一樣可以行。發俾你，你固然可以行；唔發俾你，你都係可以行嘅。除非警務處長發咗一個反對通知書，嗱呢個係用警務處長嘅名義嘅要，咁咧你就不能夠遊行，亦都不能夠集會，呢個會視為非法集會同埋非法遊行。咁琴日民陣就冇收到不反對通知書，咁亦都。有冇收到反對通知書咧？我就真係而家我都俾佢講到蒙查查，係咪？因為你係照舊行噶嘛，即係你係而家大家都睇到啦，喺維園集合，嗱維園就坐滿曬啲球場啦，啊咁啊任你噏啦，係咪？咁啊六個，咁啲撐警咧喺天馬公園就一個球場，佢話47萬，咁你64，24，咁你咪同我數咯。咁啊，琴日就如果按照
嗰班咁嘅藍絲嗰個計法嘅話咧，琴日最少有400萬人咯，係咪？咁但係梗係冇啦，係咪？但係琴日嗰個人數咧，大家都睇到噶啦，喺個球場度就滿曬，咁多個球場滿曬，附近周圍滿曬，咁仲要流水式行，係咪？然後中途全部都係人，咁你其實就好難計嘅。咁啊，還掂大家都係作嘅，你做咩要作170萬咧？屌你真係，我真係拗撚曬頭，真係點解講夠200萬咧？或者講夠比上次多20萬都唔得咧？係咪？即係所以呢啲民陣呢一班人真係嗱，你唔好以為6月9號、6月16號係嘛？乃至到7月1號係嘛？到而家呢一次，其實前後5次嘅有係嘛？即係由100萬到200萬到幾廿萬係嘛？到今次。我都唔識計啦，呢條數係嘛？唔係再計呢啲人數個意義都不大嘅，係咪？反正係即係話出得嚟行得出嚟嘅人係嘛？任你計係咪？都佔香港嘅人口1/5㗎啦，話俾你聽啊，係咪？5個人之中有一個出嚟行㗎啦。喂，仲未計嗰啲老弱同埋啲細路仔嘅，咁你呢啲唔係民意係咩咧？請問係嘛？但係我想問下大家，你贏咗啲咩咧？我講過好多次噶，你贏過啲咩？你乜都冇贏到，成日五大訴求缺一不可。而家俾條毛你，係咪？不但止俾條毛你，仲要大軍壓境嚟恐嚇你，咁啊，跟住嚇到你嗰啲即係泛民就賴曬尿。所以民陣今次搞，琴日又有咁多人嘅話咧，咁就真係皆大歡喜喎、啊，大佬，連《環球時報》都暗撐你喎、啊。喂，呢張極左嘅，即係共產黨喉舌，用一個字眼叫勇武退潮。呢、這個勇武退潮同泛民用嘅另外一個 term 又好似樣嘅喎。嗰、那個咩咧？我寫低嘅，屌咧，我都拗曬頭。佢哋都好嘢嘅，有啲咁嘅名詞叫做勇武合一喎。你有同武勇，唔係你啊和，咪勇武嗰個叫咩啊？真係勇和合一，屌你真係勇武。同和理非非合一，點樣合啊？你話俾我聽點樣合啊？喂，而家搞到連嗰啲啊周融啊吳家產嗰個香港資報都讚你嘅，咁你就大撚鑊啦，係咪？即係，所以我今日個主題就係818和理非大遊行贏了什麼，係嘛？我真係好想即係大家話俾我聽贏咗咩？贏咗解放軍唔使入境。贏了啲武警在深圳不會走過嚟，贏了嗰啲勇武派全部縮沙，係咪啊？贏了就係、是、你看下，屌你一塊玻璃都冇打爛嘅，咁啊點啊？係人都知道一塊玻璃都冇打爛嘅啦，鑊都係即係顯示俾全世界睇呢、這個香港嘅和理非大遊行，屌你真係喂係好震撼性，咁啊令到我哋覺得好撚驕傲。驕傲完咗之後咧，請問有冇人可以答到我呢啲問題咧？驕傲完咗之後，政府係咪有人冧檔？係咪有收翻條條例？係咪？有冇話答應你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五大訴求缺一不可，俾條毛你。跟住仲要話啊乖啦，今次屌你有乜發個聲明就話事件平靜咗之後咧，我哋就會真誠溝通啦，啊嚟解決呢個社會撕裂嘅問題啦！真係屌你老母啦！真係嗰啲700多個俾人拉嘅人。那些受傷的人，被人打盲隻眼的人，自殺死了那6個人，我想問一下你，我們贏了些什麼呢？請問，休息一會。